气死我了！哎呀，这是谁又气我们宝宝了？还能有谁啊？大漂亮，咋了？不是一起活动吗？我好心好意的递他一瓶水，他假装看不见，半天没接。哎呀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说他到底在装什么？谁知道呢？我又跟他不熟，真以为叫他大漂亮，他就真漂亮了是吧？黑不溜秋的，他那个好像是美黑吧？而且他一遇到男生，声音就开始夹起来了。这个我还真没注意，还有他那个头皮屑，几天一洗啊，跟下雪一样。有头皮屑正常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头皮屑是个人就有，我有，你也有啊。我有头皮屑，不是你有，是大家都有。但如果是那种有雪花，头皮又油又痒的，那就不太正常了。你就有点属于那种有点不太正常。别担心，我给你买康王，美团买药平均30分钟就能送达。康王里含2%环境浓度同样做，小雪花还不是手拿把掐呀？我懂了。而且最近康王还跟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联名了，你不是最喜欢那个电影吗？你嫌弃我啊？我说真的，我给你把头皮拍下来，你看看。